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命小明。如果是眼尖一点的观众，应该会发现最近的影片里好像都会出现伊格这只角色。没错，因为小明最近对伊格这只英雄非常有心得，甚至我伊格的胜率比我莉莉安的胜率还要再更高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伊格的爬分日记。如果这一部影片呢顺利的突破500个赞，我在下礼拜就会马上出一个伊格的教学。OK， 那马上进入今天影片 ，Lego。干什么往后滚了？这真的是灵车哎！暴食！先蹲一下，他要是一出来，我直接塔杀。哇，这样没死，我以为他死定了。这小丑真的是学不乖，他有超多次可以走的。不过是轻轻松松的事。炸鱼，有定身的这种配伊格真的好猛。在炸鱼，四个字啊，狂轰滥炸。我就知道你在这，瑞克。这什么鬼伤害啊？半血罗密亚直接下课。哎，靠位，完了，完了，我倒了，真的要出大事了。Man， 一个 King， 好爽哦。我靠！一个二技能，一个人头，哎！我之前就常常听别人讲说，我的莉莉安怎么感觉好像特别痛？不知道等我上这只伊格片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伊格也特别痛？我跟你讲，这波我一定吊打！我这个时候伊格超级强。古龙战超强，我等一下随便二技一个，直接丢到升天，跟你讲。无限一技，狂轰滥炸，太神啦！一换三，再爽拿古龙。高歌离席，我只是个小孩，看看我的火焰怎么说。
Bang， 逮到。一炸三，拉打，风筝拉打，找一个好位置再丢个大。这场前期我们是屌压那个闪电侠跟安奈特啊，所以这把肃清完中兵，看一下要不要蹲一下，前期能搞烂就搞烂他们。哇，那艾瑞没守住哦。杀掉！这诺可西要当替死鬼啦！干被吸到，完蛋！我要下课啦！这大绝炸下去真的是疗愈啊！太阳雨和你，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。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，黄色伴着薯片，和你看电影直到午夜。